小心你爸。爸呀，没踢着你吧？你这踢着不踢着了没事，你这干啥呢？这在家哈哈的。咋了？吃啥东西不消化了？啥不消化？我练女子防身术呢。不是你练那玩意儿干啥呀？那万一我走夜道的时候碰成坏人对我图谋不轨的，我就哼脾气看看碰行了。孩子啊，记住，对咱图谋不轨的那个人不一定是坏人。但他肯定缺心眼儿。你想想咱这体格还用什么术吗？一屁股就把他坐死了。不对呀，爸，那万一碰上像你这体格，到底谁坐谁还不知道呢。行了，你一天到晚够累的，有这功夫睡会儿觉歇会儿啊，别整这黑哈的不行的。爸，我一点都不累，就算这女子防身术用不上，那咱可以当健身了。一二三四，三多好，对吧？来，我教你，来，你摆好了，我教你女子防身术啊。你教什么呀？女子防身术。我跟你学女子防身术啊？对呀，万一用得上呢，爸，你看。你放心吧，肯定用不上。你上底下打听打听，从古至今，谁听说过六七十岁老头子走在街上被人非礼了？范爷爷，救命啊！范爷爷，范爷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范爷爷，救命！哎呀妈，小倩儿啊，我起来！哎呦，你咋的了呀？这是啊，咋回事啊你啊？你被人非礼了？没呀，咋？门口有个卖碗的，要价20000，人家要20000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咱小区张奶奶相中了，要买，我就多了一句嘴，我说张奶奶，你可得看好了，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，别被人给坑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也不算多嘴呀、啊，你不怕张奶奶上当受骗吗？张奶奶听完这句话不买了啊，卖碗子急眼了，在后边追着要打我。那你跑你家，你跑我家来干啥你呀、啊？我爷没搁家。孩子，你做这个事儿没错，你爷不在家，范爷爷替你顶着。对，我怕你顶不住啊。哎呀，什么顶不住、啊？咋的？他比我俩还胖啊？胖倒不胖，就是那腿儿啊。比你个儿都高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妈，你挠我能不胡说八道？还比我个儿都高，我怎么那么就不信呢？我看他到底啥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！我也不知道你下面干什么玩意儿？人呢？哎呦我的！不是，那个大兄弟啊，不是啊。那个有话你坐下说，请坐。我站挺好的，不是你站着我看着晕。你这家伙这个头比我血压都高。我说话不中听的，这血压血糖啊，你这那人跑哪儿去了？哪个人啊？就刚才那小抽抽，这腿倒挺快的，就他。啊，你是说刚才进来那人啊？嗯呐。你找他干啥呀？找他事大了，我找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是什么事儿？我门口卖完啊，他挺好啊，这老太太，我就那什么玩意儿，就准备着他过来，啪一桌老太太，有人走了，我找他，我就钱。兄弟啊，你在哪儿撸串把舌头烫这样啊？不是我说，这个你我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吗？就是我想认真聆听一下，你一个字一个字说啊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慢慢给你叨叨啊。怎么事儿呢？就是我门口有卖碗啊，然后呢，老太太看上了我，挺好生意是吧？20000，完了老太太准备掏钱，她唰的过来以后啊，得完老太太走了，就不买了，我得找他，老太不买碗，我得碗卖给他呀，我得。不是，我明白了，那老太太不买碗，你找他干啥呀？他废话，他搅和的，我不找他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哪有你这么做买卖的？你这岁数大，说话不中听，谁呀？这不是你干啥的？你替他说话呀？我就替他说话了。我是他岳父。岳父是啥玩意儿？我听说过岳母刺字啊，
岳父吃什么玩意儿呢？纹身的。这谁人？看样没少打光棍，连岳父都不懂。那个什么岳父吧，就是媳妇儿的爸爸，泰山，老丈人，老丈眼子，明白不？早说明白了嘛，都是一家子的。妥了，那就找你们家了，拿两万吧。凭啥让我们家拿两万呢？废话，你家人这不搅和，这两万块钱没了，不找你要谁？行行，你别着急哈，你是不是卖碗？嗯呐，不是什么碗值两万块钱呢？现在买一个盆才多少钱呢？你什么碗值两万？你拿来让我看看行不行？要说我都不爱跟你这些没文化的说，你还什么碗？这说其他的，你古董、青花瓷。青花瓷。听你这个称谓，这个东西不像碗，像个澡堂子的名。你这在这胡我说我不懂，那叫花青瓷。来，兄弟，正点，你把你那碗拿出来让我看看，行不行？真金不怕火炼，你看呗，这玩意儿还来，瞧瞧，瞧不是不是、啊、不是，你放那桌上。哎呀妈，行家。持器不握手啊，这都懂啊，来看看吧。来我看看去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我看你这个碗不像青花瓷。什么玩意儿不像的？你仔细看，你看这款儿，大清康熙年制，这能有假的吗？有这个款儿它也不能说明是真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我看像假的。什么是假话？我这假的，我这他这不了解我，就在这行子里头都知道我这干啥。你看这带着玩意是吧？你看这，你看不是你，就简直你闻闻，你闻牛黄解毒丸呢？什么玩意儿牛黄解毒丸？陈强，你还咋这？哎呀妈呀，我这看着这气死我了，这都。不是你那个东西真假跟我没关系，但关键你说你这碗，你这碗我看真不像。这么的吧。我仔细检测一下行不行？你撤呗，这玩意我都说了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撤。不是这碗，这碗我这声音是不是很清楚，很悦耳啊？这东西最好别拿手摸，这么的吧，那个我拿点东西垫上啊、哦，是不是你这碗哈、哦？嗯啊，我检测一下。这东西还不好拿，你这东西检测这玩意儿，这是，哎呀，专业活儿。哎呀，这碗，我测测啊，听着啊，这不听着很悦耳啊。你现在说吧，你这碗真的假的？不是说了吗？真的呀，这玩意儿有假。你看着我眼睛说，我看哪儿？我都敢说呀、啊，还看哪儿？说八百个，这真的。哎呀！哎呦，碗呢？碗啊，砸碎了。哼，这回真的假的？看看，你别说青花瓷，你看看。我看看吧。这连瓷都不是，这就塑料。不可能，塑料咬着有印儿，那个瓷器是咬着拉嘴。你去咬一咬吧。哎呀妈呀，还真是塑料的哈！那几个都这个？啊，那还有呢。拿两万块吧，啊，不是你那真碗卖两万，你这是假的，假的，那现在不管那个，这就是两万的，假的也两万，大明这报警，行，大姐大姐干什么你就报警，你真大爷，你真是这那我玩抠眼珠下直手的这还，大姐你说你，警察多忙啊，谁管这事儿啊，是不是、啊？这没人管这事儿，你不我跟你用不着忙，拿你二十中不？这就二十了，我说句实话，你那碗二十都不值。怎么二十是假塑料的，二十都不值。二十不给啊？不给。钱不要了，赔碗吧。你那碗砸了。谁让你砸的？我好好拿了个碗，是吧？你说你要撤完你咔的，对吧？我要碗，我就不是你们那不砸，我怎么知道你那碗是真假呀？你真不真假？你给砸的不行啊！我叫我青花瓷。不是我给你二十块钱行不行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你二十两万我都不要，我就要我这青花瓷。
两万都不要了，非得要你那碗，对不对？嗯呐，我那碗是不是刚才在这儿给你砸的？嗯呐，我从这儿给你抠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你先吹吧，你抠，你把它抠出来，我把眼珠抠成泡仔。小样给较劲来，是不是在这儿没的？我他就你，我就从这儿给你抠出来，我不信那劲儿，我抠。是不是你的碗？这老破玩意还想给我两万块钱？哎呀，我这点就给砸了，这这。哎呀，砸了跟你逗着玩儿呢。你看你这孩子，不就你那碗吗？是不是要那碗？给他。拉走吧。那是娃娃呢？什么叫耍你？就对你这种人，欺骗消费者的人，卖假货的人，我不但耍你，我还得戳穿你。哎呀妈，你还戳穿我？你还真是，你是不是活拧巴了你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这怎么了？我跟你说。王小倩，在，把他给我推出去。哎呀，我现在勾人，还勾人，你看见没？我就不怕你这个事儿，就这些年了，我就没挨过揍呢。还、哎、你整够了，你打我来，你整我，你整死我来，来你整死我来。不，你就那样的，还我上一巴子，我帮你搁地上找牙，我都帮你捡。我说实话，你就是把我牙打掉了，我也不用你帮我捡，我满嘴就剩六七个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这种人，你吓唬谁呢你？你说你这不他，这不土匪碰上流氓了吗？是吧？你甭管你碰着谁，我跟你说，想当年，威虎山上的土匪比你厉害不厉害？见着我他也得老老实实的，就你这小样儿。威虎山，这山头挺熟啊，道上的。咋的？你也想跟我盘盘道啊？盘盘呗。天王干啥啊？宝塔镇河妖。干啥干啥呀？正晌午时说话，谁也没有家。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的。怎么有黄色脸了呢？黄冷涂鸦。这么卧底是许旅长的人呢？许旅长，这谁俩的？因为这你唱过，这多有担当啊！这谁俩的？你还黄了红了的？你还戳穿我？你看你。小样的，我拿兰花指我就戳死你，我就戳死你！哎呀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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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姐呀，于霞呀，这手指都不是这么长的，你这掰反了的，这是。我这老碰上了秘诀失败了。少废话，滚！哎呀，我好滚！滚！哎呀！以后别骗人了啊！哎，我这。收拾死他！怎么了？还敢跟我爸动手啊你啊！老爷这形体不错呀、哎，身材挺好。他跟我说什么？说你形体不错，身材好。我看他精神不太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天！爸，紧张死我了！刚才那么大一段智取威虎山，愣没蒙住他。爸、哎，看见没有？还是我的女子防身术厉害吧？对对对。哎，对，刚才我听着王小倩在家，哪儿去了他？王小倩，王小倩，王三。哎，刚才动手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去找刀去了。人呢？人出去了。哼，算他跑得快，他要敢回来。我废了他，你信不信？小样儿的，嘿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你
这小伙子腿脚真快，刚才没点上，这会儿蹭一下又没了。我不找他，我来取碗。碗，嗯，别拿着，拿着行。身材真不错，老头儿。绝对有精神病，我告诉你。王小倩，出来吧，人走了。真走了？走了。他说他还回来不？哎呀妈，不回来了！看这小胆儿吧，你出来吧。走了啊。哎，我不是胆小，这大体格子也太大了，这都给我吓玩玩的了。哎，对了，范爷爷，那个刚才我听着你说你是我什么人来着？我刚才啊。啊。我说我是你岳父，不是我说什么了吗？玩赖，这么大岁数还玩赖，他刚才是不是说是我岳父？说没说他？说没说？哎，我说了吗？说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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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了吧。啊，我就说了，你能咋地？说了就得算数。哎呀，啥意思？岳父。我和小明那个事儿啥时候办呢？你说小明啥事儿啊？就是俺俩结婚的事儿啊。你跟小明结婚的事儿？结婚的事儿 啊真的孩子啊、哦、你回去吧，你就盯着点你爷那头发。我爷是个秃子。对呀、啊、你就盯着你爷那头发，他啥时候长出来了，你跟小米粒的事儿就啥时候办啊、哦、太好了，我去找我爷去。记住了没？记住了。记住也没用啊，就我爷那头发这辈子也长不出来呀、啊、哎呀，哎呀，